那像我自己，我都是，那我像我自己目前呢？那像我自己目前最喜欢的品牌就是 Puma，因为它最适合我的脚。那不是说Puma 就一定适合你的脚，那你可能是可以。那目前呢，我最喜欢的品牌就是 Puma 的鞋子。那不是因为它只是一个。那目前我最喜欢的就是 Puma 的鞋子。那不是因为单纯这个 logo 好看而已，它是因为它比较符合我的脚。那我已经试过。那目前我最喜欢的鞋子品牌就是 Puma。那目前我最喜欢的鞋子品牌就是 Puma。那我觉得他们的鞋子不是单纯这个 logo 很好看而已。那目前我最喜欢的品牌就是 Puma。那不是单纯它鞋子好看而已，也不是单纯它的 logo 好。目前我穿到现在，我觉得最喜欢的鞋子就是 Puma 他们做的鞋子。那不是单纯它的 logo 好看而已，主要是因为它的版型非常适合我的脚。就不管它的每一款，从5年前的版型到现在这种新鞋的版型都差不多。就是每一间公司他们有固定的版型，就是不会差距太大。然后每一间公司都有它的特色的版型，所以如果我去穿。Nike，我去试穿，我就会觉得，他们的版型特别的窄，就是不适合我的脚。那我去穿那个 Under Armour，然后或者是 Adidas，反正各种品牌有不同的版型、不同的形状，那适合你的脚的程度也不太一样。那我发现 Puma 是最适合我的脚了。那没有说，大家都去买 Puma，因为每一个人的脚不一样嘛。你也可以去试试看不同的品牌，找到你适合的鞋子。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你一直买同一个，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一直买同一个品牌的，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最重要，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第，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一直买同一个球鞋品牌的，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一直买同一个球鞋品牌的。所以第一个，所以我觉得第一个，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一直买同一个球鞋品牌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的版型固定，就不会因为你换了一双新鞋，然后你的脚完全就不适应，或者是这边痛那边痛。你如果换了另外一个品牌，你肯定会发现有这些问题。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，所以第一个如果，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一直买同一个品牌的球鞋呢，所以我。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一直买同一个品牌球鞋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的版型固定，不会因为你今天、明天换了另外一双鞋。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，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一直，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一直固，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固定品牌，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固定品牌，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你固定买，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你固定买。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你固定买同一个球。所以第一个，所以第一个原因，所以第一个最重要，所以第一个原因，我觉得，所以第一个原因，我觉得你一直买同一个品牌的球鞋。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你一直同，所以第一个，我也觉得你一直买，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你一直买同一个品牌的球鞋的原因。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，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你一直买同一个品牌的。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你一直买同一个品牌的球鞋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的版型固定，你不会因为今天换了另外一双。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你一直买同一双，
所以第一个，我觉得你一直买同一个品牌的球鞋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的版型固定，你不会因为你换了一双新鞋，然后你的脚整个就不适应，你可能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的，可能边边的包覆性啊，还有后面的包覆性不一样，但是你整体的版型几乎是大同小异的，不会因为你换了一双新鞋，同一个品牌的新鞋，然后你整个脚就哇塞，这边痛那边痛，然后整个不适应。但是你如果换了另外一个品牌，很有可能就会有这些问题出现。